哎，你这个手表足水的哦，应该足贵的吼。无啦，这是我后生送的，我偌侪钱啊？你送了就好看的，应该足舒适哦。嘿啊，袂歹穿，这物件送的啦。啊，你要中昼？奶奶中午要回去吃饭。啊，你要做伙吃无？唔免啦，我等下要去甲朋友行去，下晡要去市啊买菜，阮今天也要倒来，到我食饭。 来啊！
点坚强的基本。孙啊，你着爱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帮你剖析它，由我来帮你介绍这个剧情。这剧情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就是老奶奶跟老爷爷他们聊天，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话。中午了，他就说：“今天你们做会讲什么？”然后说：“没呢，我们今天要来搞做会讲。”好，中午的。今天要跟我吃饭吗？不用了，我儿子要回来跟我一起吃。对，这老头以为我会回来吃饭，结果我没有，我是不孝子，我不会回来吃饭。第二部分就是他一个人默默的从甄嬛市场走进去，行尸走肉走回来，买了一大堆菜，煮一锅火锅，一堆炒一堆菜，然后打给他儿子。哦、我在喝酒，多喝酒地方。喂，你搞咩在讲分？无吧，然后播音啊，然后好无吧啊。我很敷衍过来他电话。对，这像不像你在打电脑？你妈问你要不要吃饭，你说你不会饿，敷衍拒绝你妈，糟蹋你妈的爱心。你要爱妈妈，好不好？我很爱我妈妈。他自以为，结果他一个人默默的、很孤单的，就很孤独一个人，就没有一个人在家，从早到晚都一个人。啊，好难过。那专业来讲，好。随着65岁以上，对，65岁，就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。7%以上就是高龄化社会，这是台湾的结构，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的改变，台湾逐渐成为高龄化社会。对，因家庭与社会结构的改变，然后城乡间的就业机会与资源落差变大，然后这让需要创业或就业的年轻人必须往资源较多的大城市发展，然后无竞争力与就业能力的老人。只好独自留在家乡生活，然后年长者因为长期生活于家乡，与在地感情深厚，然后晚年的时候希望在家乡养老，所以不愿搬离家乡与子女居住，然后这就是造成老人独居及亲情流失的重要因素。现在拿起你的手机，你去个电影。Take your cell phone. 赶快打给你爸妈。你靠你老妹啊。Call your parents right now. 对，记得来爸妈啊，拜拜。